好，我是依依，我第一次来爪 TV， 觉得超级紧张的，应该还好吧？应该表现就是我至少球员应该是没有练错，就是第一次来的时候都还会蛮紧张的。然后因为点哥跟曹总都是很厉害的前辈，所以我多少都会觉得 ，Oh my god， 如果等一下犯错的话，会不会被打、被骂之类的？就是希望今天的表现大家还觉得很 OK 啦，然后今年也请大家多多的照顾了，然后希望今年都能很顺利，然后中信兄弟一定可以得冠军，加油，一起加油，强攻。